没有大招，看我能不能掐一个大招的 CD 杀他一波。我现在不敢，没事，你放我先走。 20秒，15秒，先搞他一套，打得很开心，哎，没东西了吧？哎，我键盘怎么了？哎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 为什么刚才动不了？什么鬼？我靠，这什么鬼啊？必死的，这不，我醉了呀！真的醉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 真的是无语，应该是卡了。我鼠标也没用，键盘也没用，应该是卡了。必杀的这波，一个人头没拿到。哦，没关系，无妨，无妨，优势大，无所谓。大隐魔刀做出来了。 他完全没有对拼的资本了，现在1500滴血，量还是比较足的嘛。 想要来抓我一波，我不好杀他，我应该带个扫描的。我靠，你们这个！ 太亏了吧！啊，这么亏的事情你也做？不过他在上路混不了，所以跑到中路来强打一波。我只搞了个助攻，这波有点小亏。 现在优势，准备搞他一下下路，上路不搞，再来一下，哎，好，大招10秒钟。 对不起，我还有大隐魔刀，啊，阿卡丽不见了，但他应该是去杀皇子，他不可能来我中路。OK， 回家。他硬着头皮跟我打。
来一个鬼刀，买一个这个，杀他阿卡丽，不然他的隐身有点烦。一起，哟，等级这么高，为什么？现在他跟我打消耗还挺烦，有大佬，但是我把他大招逼出来，不然他打拳很舒服。逼不出来，没耗他。我队友来了。好，拜拜。走、他完全不防干克，太捞了。进去了，他一个伊泽瑞尔。黑他，黑暗兽哥来一下。OK。哎，阿卡丽怎么在这里？哟，这阿卡丽还可以啊。打得不错，不好搞。目标出现，已清除。他们这几个刺客还挺烦的，不好杀。我走了，我下去发育了，不跟他们玩了。来，你去中下塔交给我。我现在单挑没有对手，不管他们，给他们打。很舒服，来一个就杀，来两个就跑。啊，伊泽瑞尔会来，其他人不在。我觉得杀他伊泽瑞尔。他只要出现在屏幕内，我就可以杀他。他跑不掉，他跑不掉。他的队友好像打团战打的还可以。给他不管，他们这个打很亏的呀。啊，被我偷完了。好，可以。打了一个五五开。六四开，我这边收个塔，不亏啊，不亏，很赚。他们要来人抓我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好，这一下拔两个塔，超舒服。搞一搞中，再把他中塔一推，搞一条火龙，啊，再搞一条大龙，游戏结束。
OK， 走了，撤。我去偷他上二，但我先回家买个装备。哎，他们好像有一点搞不清楚，就是这波我是在的，他们不太好打。等一下，逮到一个。哎，哎呦，我靠，怎么有点慢？杀他一只，杀他一个伊泽瑞尔，居然花了这么多招。有点小失败，不过还是团灭啊，还是团灭。这个单曲根本不是我唱的，觉得是有人帮我代唱。感谢春马老师送上的飞机，觉得这个歌声太好听了，我不可能唱出来，是不是这个感觉？应该是这样，太棒了，我杀他 EZ 去了。嘿嘿，哎，半路拦截他这个 AD， 我从这里包，来来来，追他。算了，他跟我，哎，咋回事啊？历经沧桑也看清落雨墙，人人生没有捷径一波飞，坚持住用梦想，我不回馈。很好听。觉得我不应该有这样的艺术天分。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其实我只能说你们不了解我，不了解我，我在艺术这一块还是有一点天赋的，只是我没有给你们展示而已。虽然我五音不全，虽然我气息很不稳定，虽然我唱歌节奏很差，但是我有感情投入啊，这就够了呀。唱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的一种灵魂的表达，明白吧？所以情感很重要。感觉这把不好打，暂时先不跟你们吹牛皮。怎么说？对面现在有四个，我们只有三个。守他一波塔，他阿卡丽有闪，有金身。先 OB， 放 EQ。你们先上，不着急，拉中了也不上啊，也不能上。好，不要急，指我左掉了，鬼刀一开吓唬他。好，死了一个，还没有出手，我马上就出手了。好 ，OK， 不要着急出手，不用管他，交给 AD。哎，你这个在旁边出两声是几个意思？啊，算了算了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哇，还有闪啊！你看他 ADC 那么多血被我爆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没想到？但是这个，感谢老张的飞机。但这卡莎伤有点高，OK， 默认。很多人不敢相信，为什么？这歌放出来是这样的呢，不太相信是我唱的。
是这样，录歌呢，它是要调的，是要还音的，明白吧？我在现场唱，进录音棚唱了很长时间，唱完之后我并不知道他的感觉是什么，因为他要进行调整修改，所以我不知道会怎样。当我今天打开酷狗音乐听到了我的原创歌曲的时候，我只想说一句，就是这个调音师的资料我要整理一下，回头找他继续合作。相当的给力，我能不能唱几句？不好意思，原唱暂时不太会。啊，来来，你们先上，进去摸一下。啊，没事，不用摸了。手里干。OK， 哎，开路够了。OK， 撤，撤撤撤撤，一波，哟，好像有角度哦。不行不行，撤吧撤吧，卡杀活了。撤，不浪费时间，好吧。钱不够，出个这个。不是我的声音，那就过分了，好吧。你怎么能够听出来不是我的声音呢？不好打，我不在，打不太过。这一盘我是主角，虽然我的现在表现并不是很帅。好，这波他们要来找我了，我可能要乱军丛中取他首级，怕不怕？过来，走位，来，你先。好的，手里剑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锤娃子哦。哎呦我靠！没杀掉，杀一下。哎，我勾引他，我有近身的，我可以勾引他，我再勾引他。哎，上当了。哎呀，哈哈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走位走位。哎呦我靠，这也能烫死我吗？好，可以把他砍死。哎呀，完了，继续。保稿，还真保稿。来来来，推上推上，不能弄啊！嗯，他们还是阵容有点烦。阿卡丽这个版本是真的强，很讨厌。推上推上，一波不太可能，难度很大。等到迷茫就回头看看，
也谢谢你们常到我这来看看，我也想带你们一起看看，到那更高的地方一起看看，一起看看。哎，烧我，还烧我。要换掉，换掉。感谢解说奶弟的飞机，谢谢奶弟。奶弟，我这时候杰打得怎么样啊？啊？你肯定会觉得我这杰打得一般，是吧？白出白出白出，炸他！走。嗯。很捞。没有发挥好，没有发挥好。哎，我都不懂啊，这个声音听不出来吗？我的声音听不出来吗？啊，我的声音听不出来吗？我的天哪，感谢巨口的火箭，谢谢。听不出来吗？谢谢你们